来，他现在他为什么这样子说啊？他就是想唱啊，家人们看一下今天晚上的大舞台。好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帅哥姐嘛，今天晚上的大舞台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特别大的舞台，对，好大的一个舞台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？我这边是这样子的，好大一个草原，然后我把镜头反过去给你们看啊。看到没有？这么大的一个舞台，现在都在那里布置那个舞台呢。看到没有？这么大一个舞台，我们一会儿让阿紫到舞台上面去。看，我们还在吃饭，我们在这里吃饭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这么大的一个舞台，咱们让阿紫到上面去唱首歌。一会儿我来给家人们直播，我们现场看阿紫在舞台上面唱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咱们此时此刻一起点赞，点到300万。最后100万，哇，还是点慢一点吧。咱们点快一点，让阿紫快点上场。还是点慢一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点快一点，让阿紫快一点上场。那时候都还在那里布置呢，你看帅吗？天哪，真的，这个老板都给我们布置这个舞台来唱歌。今天那么人都没有来。此时此刻，咱们直播间7000多人一起点赞，咱们一起点到300万，让阿紫赶紧上场。这样，我在这里给家人们直播，你上去把歌点了。还是不要，我好尴尬。赶紧的，我好尴尬。我来给家人们直播。亮子姐，快点，姑娘子姐，亮子姐去。让阿紫上去唱歌，咱们205万了。不要了，我还是很尴尬哎，就是。咱们一起点赞。我没有上过舞台。我来直播，我来给家人们直播。当时我没有上过舞台，那个那么大的舞台，我站在上面好尴尬。你看，你那么多朋友都在这里，让阿姨我跳不起来。我不会啊。我们让阿紫到舞台上面去给咱们展示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210万了，220万了，最后80万，家人们，你看好大的一个舞台，啊、特别大的一个舞台，而且特别大，还叫了那些人在那里布置呢，对，布置那些气球，你们看好好看呀。我跟你们讲，只有哎呀，这个就是我们老板的朋友，我们老板的朋友，哇，对，是三姨妈，这个是我们老板的朋友啊。乐山的交，乐山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对对，乐山乐水，对，为你们献色，他们直播间马上8000人了，掌声掌声，这是我们老板的朋友啊，帅哥姐们，嗯。咱们赶紧点赞，最后差67万点赞，一会儿阿紫就上去给家人们上。我阿紫姐马上要去唱歌了，阿紫姐，你激不激动？你看人家点，对，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哇，又是双倍，235万了。说上一百，你们还是点慢一点吧。咱们点快一点。来，咱们直播间7400多人，240万了。我先让我朋友给家人们唱一首，咱们先慢慢的点赞。248万了，257万了，家人们，257万了，马上300万了，马上就300万了。我先让我朋友给家人们，我一大哥给家人们先来一首，先让大哥来给咱们一首唱一首。267万了，咱们先点到300万。270万了，阿紫的压力也很大，这么大的舞台。哇，好听！好听吧？好听，好听。好听啊！看来说，什么让何日天？285万了，287万了，多少了？288万了。哇！
290万了。我心中最美。292万了。哇，帅哥姐妹，点慢一点啊！马上300万了，马上300万了。吃得好，耍得好，玩得好，菜是升级了。这是我们大老大哥。然后很巴适的啊，这边的然后菜吃了身体更壮更好。掌声送给我们老板。家人们，好听吗？马上阿紫就要上台了，300万了，300万了，感谢家人们。人生在世，什么是你我最大的财富？等老大哥唱完这一首歌，我们就让阿紫唱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等老大哥把这首歌唱完了，我们就让阿紫唱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珍惜生命，健康到何时已不能麻木。啊，健康是宝，健康是福，没有健康就没有人生的幸福。等老大哥唱完这首歌，我们就让阿紫上去唱。上去把歌点了呀！快点快点，快让阿紫姐点歌。上去点歌，让阿紫姐上去点歌。阿紫不点了吗？这三位姐妹，你们说要不要去唱？咱们先把活动搞起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心中最美。哇，大哥唱歌好厉害哦，帅哥。最美的祝福。等老大哥唱完了过后，我们就让阿紫唱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最美的祝福。呜，好听吗？来，我们把话筒交给阿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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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现在有多少叔叔阿姨们在？直播间8000多人。我们到10000，我就唱好不好？阿紫说要让直播间到10000，来，咱们把直播间分享走一走，我们让阿紫看到咱们的。唱一首叔叔阿姨们想听的吧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我要唱什么歌？你们说我要唱什么歌？咱们把直播间分享走一走。对，咱们给他做到10000人。你们说我唱什么歌？来，阿紫遇到贵人了，是的，是的。快，来，看阿紫在点歌了，阿紫在点歌了。我们要唱什么歌呢，帅哥姐们？等一下，帅哥们说唱什么歌？我看一下，是帅哥姐们，你们说唱什么歌？上人上人，对，上人上人。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？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吗？怎么一直都是这首歌？他们就喜欢听这首歌。来，上人，8400多人了。你们说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吗？哎呀，我好尴尬。8500多人了，上人上人。8600多人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分享直播间走走，咱们分享直播间走走，8600多人了。上人，8700多人了。这样，9000人你就上舞台好不好？9000人你就上登舞台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咱们马上8800人了。上去唱吧，上去唱吧，上去，我在下面，上去唱。上去唱，8900人了，
我们九千人让阿紫登台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九千人让阿紫登台。八千九百多人了。家人们，咱们让阿紫上舞台唱，还是在这儿站着唱？你们说我站着唱。上舞台，咱们上舞台的扣个一，觉得让阿紫上舞台的。站在这里唱，站在这里唱。上舞台的扣个一，家人们，上舞台上的扣个一，九千多人了。我觉得站在这里唱吧，帅哥姐嘛。九千多人了，上舞台的扣个一，咱们觉得上舞台的扣个一，马上一万人了，上舞台，家人们都说你上舞台，来，上舞台。九千人上舞台，九千两百多人了，九千两百多人了。你先上去嘛，你先上去就一万人了，你上去就一万人。但是我好尴尬。九千三百多人了，你看这么大的舞台，九千三百多人了，上去上去上去，从那边走上去。要上去吗？对，从那边走上去。来，九千四百多人了。快快快快快！来几个了？等等要去了。九千五百人了，快快快快快！核心放下吧。九千五百人了，我好激动啊！九千六百人了。叫我思念。
好不好听？我想说一句话。我在这里想说一句话，就是今天，就是今天呢，我很感谢，就是我很感谢我们的老板，因为阿姨梦我们两个出来之后呢，没有工作，什么都没有嘛，然后我们遇到了我们的老板，然后他给我们的工作，给我们工作，然后对我们那么好，然后今天又带我们来吃腊肉和香肠，然后又给我们准备这个惊喜，我很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阿紫加油。然后就是我也很谢谢我叔叔阿姨们一直对阿紫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你们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谢谢你们一直陪着阿紫，一直为阿紫加油，一直的帮助阿紫，谢谢阿紫加油。我以后不会让叔叔阿姨们失望，也不会让我们的老板失望，我会好好工作，也会好好为自己加油，给叔叔阿姨们看，不会让叔叔阿姨们担心，谢谢叔叔阿姨们，谢谢阿紫，爱你们哟。好了，要不要再来一首？再来一首，我不会。来一首，让阿姨，让我妹妹来一首，阿姨莫来一首歌吧，快点。叔叔阿姨们，谢谢，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我人生中真的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，真的很开心，虽然我面前没有多少人在关注在，但是有老板他们还有我叔叔阿姨们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那么多人在看我。对，咱们直播间现在有一万多人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让阿姨上给叔叔阿姨们听。来，我们给阿姨掌声，帅哥睫毛唱后来。那我就给叔叔阿姨哥睫毛唱一首后来吧。来，我们一起干什么的？中下，你问我的那个月亮。